各位亲爱的投资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元投顾王信杰。我想在整个经过整个上个礼拜的一个台股的一个连续重挫哦，短短的一个六七天的时间，台股已经大跌超过了一千一百点的情况之下，虽然上个礼拜五美国股市是持续的一个重挫格局，但是我相信，不管是信嘉是一个家族成员，或者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甚至你是我的忠实观众们哦，你有好来索取我在上个礼拜五以及今天要送给你这份。 研究报告，投资朋友们，哦，我相信其实今天的一个台股的一个开平走高的一个反弹，你应该都可以事先的预期到，你绝对不会说跟着其他的哦专家或者市场上大多多都大多数投资朋友一样，哦，之前来到一万六千点之上，越涨越嗨，越看越乐观，完全失去的哦股市的一个涨多。 也会做一波比较快速拉回的一个回马枪的一个风险意识，所以我相信，不管从整个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可能自己或者跟着其他专家，哦，纷纷的几乎这一波都追在整个波段的哦一万六千点之上的一个波段相对高档。那追在高档区，哦，下刚开始跌的时候，都还天真乐观的以为任何拉回接买点，哦，小跌小买，大跌大买。我相信在上个礼拜之前，很多专家都告诉你。 拉回就是你的机会，拉回就是给你上车机会。但是你会发觉，上个礼拜任何的拉回好像都不是买点，因为一路的往下的往下灌。那你也快发觉，杀到整个上个礼拜五，哦，你终于看到外资的一个空单做个大比较大幅度的回补，而原本一路在认为拉回都是买点的一个融资，也终于在上个礼拜五。 至少做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减幅的动作，哦，那或许当你认为都拉、都都是拉回，都是买拉回都是买点，直到上个礼拜看到台股跌了一千一百多点，看到美国股市上礼拜我又重挫，当你在恐慌害怕之余，我说过的，你要的就是我盘中的讯息，在今天早上九点二十分，新老师我直接告诉我新小师的所有家族成员，哦，这边短线你不要再做任何追杀动作，这里随时就是要做一个短线一个反弹上来，好、哦，原因理由。 我想，我都会在，我都在整个 F B 的整个所谓的，不管在 F B 的股市群会，或者说在整个 Telegram 甚至 Disc、er、的一个粉丝团里面盘中讯息，我相信我今天都跟你讲的清楚。就如同我在今天盘中，哦，那时候才只是上涨几十点而已，还没有上涨超过百点哦。我在上涨几十点的时候，我在今天盘中的所有的粉丝团讯息里面，我有没有很明确告诉你，这边就是要做短线一个升反弹？所以看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在重挫一千一百三十点。 好一一千一百三十八点之后，今天好、哦、最后是以上涨两百七十一点，强烈的一个反弹做收，我认为都完全都在事先的预期当中，一点都不敢压抑，一点都没有感到那样的压抑。毕竟跌了一千多点，好、哦、短短六七天台股跌了一千多点，好、哦、急跌之后做个短线一个强力反弹的一个急弹，我认为都很正常。好，但是现在重点来的，当今天台股大涨了两百七十一点之后，好、哦、接下来好。哦 重点是，这是反弹行情还是回升行情？那你说，也许你是来到股票市场新手，也许你搞不清楚这些说我所谓的股票市场的一个比较属于专业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反弹跟回升，你搞不清楚，投资朋友，我想我待会在节目当中，我也会好跟你稍微做个说明的动作。第二个，针对整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务操作，我相信当时在一月十一号当天。 台股大涨四百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公开的告诉你，我们公开的带着不管我们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甚至我们的所有信教师的邓和一个粉丝团的粉丝好友们，在一六一八零点进场放空。那这一波的一个一六一八零号进场放空，空单大赚之后，接下来多空你该如何操作？好、哦，如果你好、哦，我待会都会可以做分享的动作。另外就是针对台积电，我相信这边很多投场所关心的。 这波台积电从六百七十九元跌到今天早盘盘中的低点来到五百八十七元，哦，整整这一波台积电跌了将近九十块，哦，跌了九十二块下来，哦，那如果你有听我建议的人，哦，你在高档卖掉的，你今天至少有八九十块的价差可以补，哦，或者你之前本来想跟看到台积电的一个利多出来，哦，看到外资喊八百，甚至喊到一千块，你本来想跟着其他市场上专家或者市场上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想在六百六、六百七以上去追台积电的人，但是你有这个缘分，好，刚好看到信佳老师节目，你之前好听觉得我讲话有道理，忍住了没有去追台积电，而套在整个这一波的一个相对高档的投资朋友。那重点来的，当台积电这波跌了九十几块下来，今天台积电跟大盘指数做个短线跌升的反弹，到底台积电这里整理完可以买了吗？好，或者说如果还没整理完？ 那到底台积电可以要整理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出手？我想我都会再给你做更进一步的分享动作，甚至包含在整个这些所谓一个比较热门的股票，包含在红海、包含在联电、国巨、长隆这些所谓比较热门的一些股票，这些股票哦，如果你手上有的人，接下来你该如何操作？或者这些股票，如果你之前跟着台积电一样，或者跟着大盘加权指数一样，有在高档听我的建议，在高档卖掉的人，好、哦，红海、联电、国巨。 曹龙，接下来什么价位买？或者说你之前听我在高档没有冲动的去追这些股票的人，那这些股票现在下来的可不可以买？我想我都会在节目里面再跟你做更进一步的分享。当然，如果你针对这些上述的重点，哦，我必须也是在节目讲，毕竟节目的时间半小时还是比较有限。如果针对这些，哦，我讲的这些东西，包含说今年到底可不可以报股过年？哦，那如果可以的话，要报什么股票过年？ 你有更你想更进一步了解投资包、哦，欢迎你都来登记索取。新小时送给这份台股开红盘的完全攻略。那这一份完全攻略，这份关键报告，哦，我必须坦白讲，其实我在上个礼拜我是开放一百个一百个名额，但是可能这一波，哦，我们再度的独排众议，哦，比较运气好的啦，我们不要讲话讲得太满，运气好的这一波只有洗脚师看对，哦，带带你避开了一千一百多点的一个沙盘。 那避开这波杀盘之后，因为这个一百个名额，在上个礼拜五迅速的，很多人就不管是直哈、哦、利用 QR code 来做个扫描登记索取，或者说利用我们哦这边游标下面的一个服务专线，直接赶紧打就立刻立马打电话进来索取这份研究报告。哦，其实讲那么多啦，结论就是一百个名额，其实上个礼拜五哦瞬间就已经登记额满。 好，但是因为上个礼拜我已经瞬间登记额满，好、哦，当等今天一个反弹大涨一两百七十一点三，或者说过去这两三天的周休二日，还是很多的投资朋友们，好、哦，不管通过哦，这个 FB 的股市群会，或者通透过哦来者的一个粉丝团，都一直在询问，那信角是这份资料，我当时还没有索取的，还可不可以來索取？那其实结论讲这么多，就是很简单一句话，我今天特别在。 追加好、哦，开放追加一百个名额，把这一份台股开红盘的完全攻略这份研究报告送给大家。好、哦，如果你对我哦，这个这一份现在你所看到教战手册这一份字卡的后这些的一些不管在的大盘指数或者在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或者在这些热门的股票，你想更进一步了解这些股票，你该如何操作？投资朋友们，我都欢迎你。好、哦，这把握这最后一百个。 好，名额的一个机会来登记索取这一份台股开红盘完全攻略，好这一份研究报告。好，我想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部分。好，那我想这里大家，我相信你只要是新乔治的一个长期的忠实观众都很清楚知道，我不是死空头，但我更不是死多头。好，我们是好领懂得帮各位亲爱投资朋友掌握到不管在短线或者波段的一个关键转折。 市场上长期下的一个少数赢家，当我讲过的，我不可能是神，百分之百嘛，对不对？但是我偶尔有，我也会有看错做错的时候。但是你会发觉，我相信你只要是我的长期的一个忠实观众，你有长期追踪我的人都很清楚，谈到整个大盘的一个关键转折，至少对的几率高达八九成，而且最佳最最我认为是最佳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不敢看对或看错，至少。 我都敢事先公开的把我的看法跟公开的跟你做分享，好，我从来不会像其他专家，一种叫做每天拿着短体指标，事后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涨的时候就说他的短短体指标出现做多的买均讯号，就叫你全力做多，跌的时候但是没办法都跟你讲会涨到哪会跌到，或是会跌到哪，上个礼拜跌又告诉你它的短体指标出现卖出或放空讯号，那你上个礼拜五。 还在说你的短体指标是卖出是放空讯号，今天大涨上来，我相信昨上个礼拜我看空的专家是今天要告诉你，你看如果你有的短体指标，今天又出现买出讯号，今天两百多点你就可以赚起来，那个叫做拿的短体指标。事后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另外一种专家你也知道，从来不给你解盘，哦，每天就是告诉你标股标股标股，指数摆一边，永远看标股。但是你回过来想想。 好、哦，当然我不是说完全指数白边这个策略是错的，在涨升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不管指数短线的震荡，哦，只要这个波段行情，就如同这一波，从你看之前的十一月初的一二四八一一一一呃一二四八一点上来的时候，我相信其实过去这三个月，我也跟你讲过的，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资朋友，你可以把指数摆一边，重点在选股，因为这是一个波段行情。 你就不要太在意短线及短线震荡，对不对？但是我说，如果当整个出现波段反那个短波段反转的一个讯号出现，或是未来一个比较大波段反转讯号出现的时候，比方说这一波是六七天时间，台股跌掉一千多点，当然你还是可以说啦，还可以拿少部分、极少部分说逆势上涨股票讲啊。可是我反问位，现在的投资朋友，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下来，请问如果你之前不把指数摆一边的？ 请问这一千多点下来，你的手中的股票或多或少有没有被套到？如果你在之前一万六千点以上过度追高的，你手中的股票或多或少有没有被套到？差别只是怎么样？跌深跌浅嘛，你套的深或套的浅的差别而已嘛。你觉得信杰老师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回过来你也知道，我只有全市场只有我每一天敢公开的跟你预告未来台股的走势。 特别是在关键转折即将浮现的时候，这是信小师跟其他专家最大的差别在这边。好，那你看之前我们在低档调你做多，告诉你这是好几个月波段行情，对当时带你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务操作，哦，九天八百多点的价差，二点六倍的涨幅，之后来到这一波的一个相对高档，一月二十一号那一天，当天你看大盘指数大涨四百点，好、哦，当天大盘指数大涨四百点，好、哦，创下一万六千两百二十八点的一个历史新高。 我当天怎么告诉你？哦，最近全市场最热的，全市场看最多的，大家都认为未来三搞不好两年三年都没有任何景气，没有任何杂音的相关的半导体股。我当时却是在领先上告诉你，如果半导体股涨多回涨的话，指数会不会急回？指数会不会急回？我有没有告诉你，指数还没透过大财务操作，你逢高空，你绝对会有千点以上的一个，至少千点左右的一个利润可期，对？我是在。 一万六千两百多点，全市场最乐观的时候，我在整个粉丝团里面公开跟你预告，至少千点左右的回马枪，至少千点左右回马枪。也许当天大涨四百多点，很多人不相信啊，怎么可能会跌四百多点？不要再涨一两千点就很了不起了，大家都觉得说还要短线再涨个一两千点，甚至短线要职工从一万六职工到两万点，再涨四千点到两万点，结果回过来。 我对的，我在全市场最热最乐观的时候，我给你善意的一个提醒，我对的，对不对？好，那这一波的下来过程当中，不包包含我说我自己都在整个台股基金的操作，我都公开公开告诉你设停利出三分之一。在个股的操作的部分，你看当时的进鹏车些车电股，对，然后在三十七块多的车进鹏告诉你设停率两百三十几块的同信电，我建议你设停力 到一百四十块的蝴蝶，建议你设停利。对这些股票带高档获利，让你设停利获利调节之后，你看之后从整个一月十九号到整个目前跌了一千多点下来，我相信你很清楚知道，我都没有叫你去追任何股票，我也没有叫你任何股、任什么拉回找买点，我带你完完全全避开这一千一百多点的沙盘，你自己很清楚知道。 你也知道，过去这一个多礼拜，这一千一百多点的沙盘，全市场就只有信教失我。不会為,为了做生意收会员，而每天还是叫你带着钢盔往前冲，对不对？那你说蝴蝶的一百四十块，对不对？包含你说整个同心店的两百三十几块，这个我都有在粉丝团的盘中讯息里面公开告诉你，對,对，公开告诉你可以获，你要获利调节，事后证明我都是对的。 好，那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沿路的从一月二十几号、二十一号之后，一六二三八，我一直告诉你，逢高站在空方，逢高站在空方，对不对？一路的下来，这一波的一个空单也是一样，好、哦、将，好两两两趟将它高达九百五十点一个价差，好、哦，我们说不要说这一波跌了一千一一百三十八点，我也不要像其他专家老师让不要绑神操作了，买最低卖最高的，空空最高补最低的，但是这一波跌了一千一百三十八点。 你去头去尾赚个九百多点可以吧？你这九百多点的价差，你可不可以非常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把它赚在口袋里面？我相信答案绝对是 yes 的。只要你是信假设大财富的家族团队，只要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或者你只要是我的忠实观众，但是前提你要跟着我给你的操作间去操作的人，这一千多点的回档，你不仅可以避完全避开风险，你还可以更积极的人还可以、哦 真透过指数外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空单还可以赚得到钱。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当着这一颗回档过程当中，甚至把你看，哦，当时跌到月线，你看之前不要碰到月线上去，这一次来到月线，很多人還在抢反弹。我也是事先跟你预告，月线守得住吗？哦，杀下来过程当中，你回过来，当上个礼拜最後跌破月线级别的时候，我们告诉你，关盘的重点。我说每一波有每一波的关盘重点，不一定一样。 但是你要很清楚知道，好，这一波我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个过去二十年来，信仰是一个操盘经验。这一波你要观盘的重点在哪边？第一个外资的空单，对外资在台止期的空单。第二个融资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整个上个礼拜五在、嗯、跟长 A 下的时候，我有没有告诉你，你去看外资的空单？第二个融资有没有大减？ 你只要看这两点就好，你管它美国股市上礼拜四、上礼拜五会涨会跌。上个礼拜四美国股市大涨，结果礼拜五隔天礼拜五台台股不是送你一根长黑吗？然后你看到上礼拜五美国股市大跌，你今天任何时候反弹去放空的，或者去踩在恐慌害怕去杀股票的，你今天不是空在地板空那个？你第一个空在地板，不然股票就砍在今天的短线的相对低档，不是吗？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还在看美国股市短线的涨与跌，在做股票，甚至很多人还怎么样，在看美国的什么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联电在美国 ADR 在做股票的人，我说告诉你啊，你经常都是追高杀低的，你经常很容易都犯着追高杀低的毛病。那你,、啊、你看我这一波的重点，我就告诉你，你只要看农外资的空单跟融资的一个变化。所以回过头来，当整个他上个礼拜我美国股市虽然是重挫的格局，我在今天早盘。 好我在今天早盘，不管是我跟我的大、我的家族团队、家族成员，或者你只要我是我任何粉丝团的好友们，哪怕你不是，你现在还不是我的粉丝团，但是你现在就可以去加入我的粉丝团看看，你去验证啊。我们不要说事后涨了两百七十几点才事后拿出来看读书故事放马后怕嘛。我说盘中那实战，那盘中的实战是最重要的。我在今天盘中的粉丝团里面有没有告诉你，外资上个礼拜我空单补了一万多口？ 对，啊，你明知道外资的空单已经开开始在做获利回补了。第二个，沿路在增加的融资，上个礼拜沿路杀往它指数往下跌过程当中，沿路融资还在逆势还在怎么拉回找买点，还在逆势逆势强反弹的过程当中。上礼拜我融资减了二十亿，当然这边短线今天随时就有机会做个反弹上来，但是现在重点来的，当个今天大涨两百，很多投资朋友知道你在整个今天。 收盘以前你是恐慌悲观的，因为你看到上个礼拜五美国股市重挫，你想说嗨呀嗨呀，今天台股不晓得要再跌到哪边去，很多投资朋友过去这周休二的周周休二的两天你睡不好觉，你过得不是很开心。我讲没错吧，对不对？但是你回过来我说我说你要我的盘中讯息就在这边，你看我在整个我在整个刚刚讲什么？好、哦，虽然今天大盘指数反弹上来了，你可能在上个礼拜的悲观。 又开始，今天要开始变成乐观、失去戒心的过程当中，好、哦，我现在回过來就是要跟你谈的重点。第一个，虽然今天大盘指数好、哦、大涨的两百七十一点上来，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啊，跌一千多点，涨两百多点，我坦白讲一句比较难听的，你买在一万六千點,点的，你还不晓得，你短期间还不晓得该怎么解套嘞。你觉得我讲话很不到底，对不对？跌一千多点，涨两百多点，你有什么好兴奋的？你买在一万追在一万六千点之上的，你还不晓得该怎么解套嘞。 是不是这样子？好，但是重点来的，现在外资还有到上个礼拜我只才一万七千多的口的空单，你别忘了剩下五个交易日要结算的。再来，融资虽然减了二十亿，但是这个融资还是在整个相对高档区。所以如果你回过来后市，你问我，哦，现在到整个农历封关前，这是最后这四个交易日，后续该怎么判断？我今天还是没有改变，你还是看这两个。如果一个短线的部分，你还是观察外资的空单。 以及在融资水位的融资的一个增减幅度一个变化，这是我提供给你做参考。好，那现在重点呢？当今天的一个大涨上来，今天是跌升的反弹，还是回升要准备破断大涨？反弹跟回升的差别在哪边？我知道很多投资者你可能搞不清楚啊，反正今天股票股票市场涨就好了，哦，指数涨今天就好了，反正我的手上的股票今天有反弹就好了，我手上股票今天有大有涨就好了。你为什么在股票上你长期下你赚不到钱？ 啊，因为你都只看到今天的涨与跌嘛，啊，今天大涨就高兴嘛，今天看到大涨，好像今天就好像很多市场上的专家是，啊，今天台股大涨，我今天不追一下股票不买一下股票我怎么做生意？你今天看到股股票今天指数大涨，股票大涨，很多人就是我今天不买一下股票我会手痒嘛。但是当你有时候你追高的，就像你在一万六千点追高的，追高的第一个后悔的，等到事后跌了一千多点后悔的，套在破段下最高档；第二个你之前追高的，等到大跌下来。 你才恐慌害怕又停损在短线的相对低档，那你长期下来跟他过度追高，你怎么赚钱？所以我想时间有限，我这里也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好，我就把重点讲完。何谓反弹？就是跌升的会反弹，但是反弹短期间会不会创新高？会不会再过一万六千二一万六千两百二十八？不会。何谓反弹？就是反弹完还会再下探底破底，这个就叫做反弹。什么叫回升？ 回升就是说，好，我低点就在这边一，今天的一五零八九看到的，从此就是大涨小回，好、哦，过年前后就是要过一六二一六二三八上去，这个叫回升，所以重点来的，目前外资还有一万七千多口的空单，融资水位虽然减了二十亿，目前还在波段相对高档，这里是碟升的反弹，还是要波段大涨？你不知道，并不代表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并不代表辛吉亚斯家族成员不知道。 你不知道，并不代表所有信佳社粉丝团的好友们不知道。你不知道，并不代表来登记索取信佳是送给你这份研究报告、报告投资不知道，因为我都在这份研究报告里面讲的清楚。所以针对整个行情，我的行情都帮你规划好的。我相信你只要有来登记索取的这份研究报告、关键报告的投资图，这张图你今天都看得到。这一波台股最浅会跌到哪？从一六二三八杀的，目前杀了一千一百多点下来，最浅会跌到哪？ 最浅会跌到哪？啊，万一最深，万一美国股市可以在过年前后这段时间以波动剧烈再大一点，最深会跌到哪？好、哦，今年一定会做一波较大幅度的，或涨多大幅度的修正，会跌到哪？我在这边要规划的很清楚，啊，什么时候你可以做多？我们不要说看坏而已嘛，我知道你现在想做多嘛。 我也知道，现在如果是为了做生意收会员，我要告诉你说，拉回就是买点嘛，对不对？果然上礼拜五大点，你敢买，你今天就大赚嘛。我知道你想听的是这些话嘛，但是我想，我讲过，我不会为了做生意说收会员昧着良心我胡说八道嘛。我不会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像其他专家一样嘛，天天叫你做多，叫你带着钢盔往前冲嘛。反倒是，反正到时候追高套牢的是你的钱，又不是他的钱。但这种事情我做不到嘛。 所以我是很客观在跟你分析行情嘛，对不对？我在很客观跟你分析行情嘛。当然我不是说只有看跌的时候，其实回过来就是你避开了这一波千一千多点回档，什么时候你去做多是可以赚钱的。这一波跌到哪里，回到哪里，你去做多，你的胜算有高达八九成，总比你在一万六千点做多先套牢再说吧。 哦，这一波跌到哪，你去做多？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嘛。这一波回到哪，你去做多，你的胜算高达八九成嘛？你想知道的人，这份研究报告你一定要有。我再重复一次，这一波回到哪，你去做多，你的胜算高达八九成。你想知道的这份研究报告，你一定要有。好，那除了整个大盘加权指数回挂，就是电子股部分，台积电嘛。过去我怎么谈这张股票？ 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讲了。你看我讲分析的对不对？最高点提醒你小心，短线最后是最后是老鼠，对不对？沿路台阶跌下来的过程当中，我沿路告诉你要小心。好，那你看我之前啊，月线上下会有反弹嘛？所以在整个上个礼拜就算跌破月线之后，好，今天大家上来很正常嘛？你不觉得吗？前几天就告诉你了嘛，对不对？月线上下会有反弹嘛？ 不是今天台积电拉上，午才给你放马后炮嘛，对不对？你再回过来看台积电嘛，一月二十一号利多出十实话跟你预告，一个礼拜之后利多出进你下回过来看台积电最高点就是一月二十一号，就是最高点。有来到一二二吗？有一二九见高吗？有今天二月要才见高吗？没有嘛，跟你说月线上下会有反弹。 那、啊、现在来到月线方向反弹也很正常嘛，所以针对台积电，我的看法没有改变，短线会反弹，但是波段还要整理。但是这个整理，我觉得有时候是好事，不是坏事。这個整理适当之前，你高档有听我建议卖掉的人，你接下来有更好的价位可以回补，你可以高出低进做价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你之前听我建议没有在高档追高套牢的人，你现在回整理，你有更好的买点可以买。俗话说得好嘛。 好股票难道不需要好买点吗？买的六百六六六六百六六百七的台积电在等解套，你搞不好你你今年就是套套股过年啊，套着台积电去过年啊。但是如果人家当这一波的台积电回档完，你在低档买，你是赚的开心。最高的人是痴痴的等解套。听我建议，到时候你这个波段买点出现，你去买，你买台积电，你胜算高达八九成。 你在开心、轻松、开心的在数钞票、赚钱、数钞票，你要的是哪一个？所以这对台积电，好、哦，真正的好买点会在哪？我都写得很清楚。为什么这真正的买点会在这边？原因理由我都在这份关键报告里面，这份关键报里面跟你讲清楚。所以谈到这份关键报告，一个你可以直接利用手机 QR code 登记索取；第二个，如果你不习惯不习惯利用手机做 QR code 的投资朋友们，登记索取投资网也没关系。 至少这边有服务专线，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登记索取的动作。台积电我会带你买，我会公开告我，我会带你买。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带你买，我不是在这边跟你抢那个短线的反弹。台积电要买，我会在这边带你买，就是在这个时机点，就是在这个价位附近，我会带你买台积电。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按照过去这两年的经验，你在这个时机点、这个价位买台积电，你的胜算高达八九成。 我不敢说我是省百分之百，至少你会发觉我们出手的胜算就八九八高达八九成，不管在个股操作，不管在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都一样，这是你很清楚知道。好，那除了台积电之外，联电，对不对？法说会前就给你预告利多出尽，现在下来的，短期比较安全的买点在哪边？如果你除了高价的六百多块台积电之外，六百块台积电之外，哦，联电，你有兴趣的人。 短期比较安全的买点在哪边？请看关键报告。我有在这份关键报告，告诉你。除了联电之外，你看红海几乎最高点，跟你讲什么？早晚下来回撤大量区，有没有看到？早晚下来回撤大量区。说着说着，不是就来的吗？今天不是来到一万零一百零八块，大量区的低点，那代表那根看到那根大量去追的，看到这根大量去追的，你只要有赚不跑，现在不是都住套房的吗？ 可是，你要发觉市场上就是有人可以领先市场告诉你呀。海红海电动车，接下来怎么看？来找我就对了。三十八元国巨最高点那天告诉你什么？现在是跌破月线的。三十八你说航运股长龙跌到季线，跟你说会,不會反弹，反弹上来碰到月线，更像是短压区。 现在又来测季线的，希望季线不要跌破的，那否则你之前看到航运股利多套在高档的人，你会做的很辛苦。当然我会跟你讲，这个跌完之后，航运股长和阳明修正完会有一波右肩呐、啊，但是那一波的右肩是在什么时候？你锁定我，你来找我，我会告诉你。好、哦，那再来雍字科，你看除了这些，你说刚刚谈到的台积电、鸿海、联电、长隆、国巨之外。 永智科，你看今天剩下多少钱？那几天跌掉一百块的，好、哦，那这些钢铁股也是一样。你看我之前跟你讲的钢铁，好、哦，还有像中石化、中贵。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人，你会来找新杰老师我。那当然，除了这些热门的电子股之外，台积电跟联电的好买点之外，也有人偷偷问我，新杰老师，你之前在高台卖掉的国阳，三趟赚了一百趴，那国阳最近减资完下来。 该如何操作？至少你很清楚知道哦。我从国阳减资完到目前下来，我没有叫你买过国阳哦。你也知道我在那边有跟你讲获利调节哦。我有在粉丝团里面公开告诉你获利调节哦。我都公开跟你讲哦。那但是为什么当时你我在卖的时候你不会卖？因为我都卖在国阳大涨的时候卖。没错吧？好，那现在国阳这边下来，接下来该如何操作？如果你有国阳的人。 或者这一档股票最近跌了跌下来，你想知道后市会如何发展的人，你都可以来登记索取。我今天再加码一百个名额，送给大家的这一份关键报告。最后，我想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